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，用体风水学传法讲座。彰化县啊，各位乡亲、立法委员啊、周博员，还有邱建富议员啊，各个单位啊，农会诶，各位啊，大德，阿弥陀佛！啊，咱继续甲各位讲解。易经风水面面观，易经甲风水伊个面是圆个一个面，唔是一点，嘛唔是一个面，是圆个面，是圆满、圆融个一个体。啊，拄只呢，咱副秘书长甲各位介绍爱心团，啊，各位啊，咱全国。啊，要外国，甲咱参加财团法人啊，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，哈、啊，咱作为会员，每个月100块的伙食，咱真济用途。尤其呢，哈、啊，咱伫这台湾电视台公司，每早起6点到6点半。一段时间5点半到6点，每一天拢有半点钟，咱爱真济经费，甲台湾电视台公司买这个时段爱经费爱制作，目的是啥？希望社会和谐。风水就是环境，风水就是环保，环保者。就是咱健康的基础，健康之道啊！若是咱一个人处前处后乱糟糟，一定是心功亏热。咱处后，咱啊顶个歪果起错，拍打骨下，规大堆的事啊！咱处的囡啊，咱智慧，咱会较歹。而且呢，咱每个人呢，哈腰脊骨。较会搞酸抽痛，即厝后转到外国是出来人，咱有时间较清边，咱准备去买两贴的药啊，差不多1000块，只要买买到较贵的两贴，咱2000块，咱2000块咧，无一工1000就好啦，2工2000啦，3工3000啦，你做3000块，咱请厝边头尾请工来斗拼，也会好，渐渐你就存起来哦。即我看足济足济，要咱真济装卡，我嘛装卡人，较早我嘛唔知，头前查啦，现咧阿哩不达咧定定归头前，啊，所以啊，咱过去无了解，当然咱即头前那无清气、无清幽者，咱出门未顺，惊惊顺顺，伫外口伫拍拼。拢较袂顺，较会防小糟蹋，或者阻碍足济足济足济。咱各位即个风水啊，首先的条件头前摒清气，出门会平安。为啥来？咱头前摒清气咧，家来就较平安。为啥我？吼、哦，咱来摒较清气咧，吼、哦，咱囡仔出门做事业靠贵人。在一个月左右，咱伫新竹新丰，去新丰弘扬风水学。迄天，咱的电影金店馆长遐阵卡伊咪参观，几个立法委员嘛拢去现去参观这风水学的工作。
咱这位先生啊，主办的先生啊，还是邱先生啊，耶稣，我照你安尼讲啊，头前我变个遮清气呢，对，后边我穿个遮清气呢，对，完了对啊，较早变大先，都变大病，变大病呢，囡仔大家头前考试更考更多，唔更考更刁呢，更考更多呢。哎呦，安尼吼，安尼出来底，安尼熬熬念，安尼嘛唔知，无智慧。吼，再有一天透早起来，起毛子真无好，电视准时看咧。哎呦，那看到一个大头啊！伫讲这风水，讲起来听到够煞怕。哦，我就开始听，听讲厝前啊清气咧，囡仔有智慧。啊，厝前咧，吼，佫变清气咧，环境整理好，啊，有光明，囡仔前途出入贵人。结果头前拼个清气清气，整理几啊工了嘞吼，花都甲种，草都种，哎，伊囡仔参加高考啊条，外交官也考条啦，哈，反正都装健康健条，整清气，熬清气，安尼囡仔三四个囡仔足顺些，查某囝嘛嫁了好翁婿。嗯，迄个上好尔，那无三个半暝啦，迄查某囝当然咧弄门啊，爸爸妈妈。我跟老公吵架，我要回家住好不好？啊，你干嘛养成习惯了？到尾啊嘞，哇，这歹外家。啊，这问题就是，咱厝前一定要变清气，厝后变清气，无路用诶，查紧行行掉。啊，咱若行过遐查行行，哦，无彩诶时，你用。撒一挂好物件，撒迄个卡裤，撒车出面头尾，人嘛足感谢你啊！是毋是安尼？你查那一定呢？啊，咱用家属来用嘛会好啊！咱真侪人呢，好为了欠遐查，结果囡仔补习一年，补习两年，两个补一年，啊，这三个补两年，他至少补习费查都卖无一百块。见过嘞，你讲那遐嘞，囡仔补习费爱看开偌济，啊，说这都风水呢，这都风水啊啦，咱无甲风水看过遐困难啦。再来嘞，豆饼，咱做凉饼，咱老炕底下嘞，炕阿里不达嘞啊，外国是错啦，烧出头天的，拢十步囡仔，你爱望个旁道的吼，要出头天会较困难。因为你家查某，咱的子孙啊，尤其查甫子、查甫孙，伊的功名完成得滴啊！你讲啊，有时讲啊，无赖啦。这个风水啊，那好平呢，咱也在厝比较空地啊。好平放一阿里不达咧，哈派人啊古下啦，啊大喝茶哦，四个茶咯，乌麻麻啦，看外国是错咧，嘿，所想的查某人，嘿，查某人你歪一边，嘿，歪一边哦，嘿歪一边哦，你出那饭就减人煮哦，啊囡仔查某囡仔未出头，较未出头天，这拢是咱风水的问题，要来咱厝内底。出来的好多高点，好多中央，出来的一定要变好清气。咱刀变，无他大金水的金嘛，无要紧。规天白，涂骹擦落清气。哎，安尼呢，你话大家心脏病会减少的，中土或者高点，高点都是咱的心脏啊啦，咱的胃肠，咱除了正中央。脱水机底下脱，洗衫机底下胖，莫大底下加，嘿，胃痛直直歹，心脏直直虚脱嘞。这风水足简单嘞，所以内底嘞，我写一本，你家己看，我唔要甲恁讲，吼，恁等家己看，然后时间恁来读，咱一礼拜一讲尔，嘿，啊，这你若唔来读，你就靠过来看，你莫甲等你分手人阿弥陀佛。你等你不错人哦，啊，虽然内底无啰嗦嘞，我吼红提包槟榔，哈，有食槟榔是无要紧。哦，啊，你讲等你不错人，练闭气，练迄个，迄个做呼吸功夫，也未够嘞，拜托，
恁家乡大好啊！哦，这都是嘛是风水啊，嘛是易经啊。你话单调易经，嗯，师傅你讲，家当个先生的事，我30块油租，家下家好哩，你未了着吗？但是你福分无去啊，真诶，这本留予恁囝，留予恁孙。吼，足侪先生，熬个先生还未出世，啊，一日还未出世，一日死去啊！啊，当今个熬先生有无？还未出世，吼、哦，我嘛要咧找先生啊。只是我知影一部分，甲写出予大家有咧看，有样看样啊。若无样，袂用胡乱想诶。没有样看样，无样甲你想，毋是哦，袂使咧胡乱想。你只要呢？一定有七成，安尼真好话咩？安尼真好气啊咩？对不？咱啊，请古早人啊，饲先生呢，啊，饲先生爱3年6个月，3年6个月啦，你甲算下咧，佫爱啊，林凤珍好先生，那伊现在咧算先算咧，先生去恁家住1个月，恁收费敢免4-5万块啊？1年60万，吼、哦。啊，3年800万，3年半240万。喂，这无咧俗呢，可能你爱付零用金、付薪水、收费啊呢？啊，佮做了你爱包大包包，付先生底付伊呢？啊，佮这中间爱带四个佚佗呢？啊，即摆啊带四个去诶，啊，试看你有耐心无啊？你若无耐心，先生拄啊3年6个月进前2天，再者我要带登山。你这段中间所开拢了的呢？你所得着发啥？一本，我印了15号呢，但是恁家当油租要30号，啊印了15号，啊15号，你就无形中有七成呢。到达啊，你先生传饲3年6个月呢，最起码伊现在剩爱500万。唔相信我去领导你试看下来，看下开下无？可惜无人要饲我，我只管厝囡仔猛饲。哈，啊那安尼是70%，350万现赚350万，那偌吃亏对不？所以这本书有达有350万以上，这是现现你算会着，算袂着以后你平安，家来就是平安，家来好孩，减吃亏，减开药钱，减失败。咱阁会趁钱，阁较平安，阁有尊严，这敢只500万、1000万、2000万，对不？所以各位，过去我送足济，送已经100只、160万本子、160万本出去啊！啊有诶呢，我捌伫本书上捡着，我看了，哎呦，我足唔甘诶，因为面顶有我个咧相，面顶个裸照诶相，足对不起诶。面顶王禅老祖像，所以面顶呢，王禅老祖像我真唔敢印，但是内底嘛有老祖印在像内面。你个落去本书人，我咧因果你家咧负责。那无等呢，你家肯带呀，免家提等伊，好，恁较袂还因果，那袂等伊。但是恁等伊免家采新闻听，你啊采新闻顶顶口口白，老师头晕目暗。我有看到头，迄个五百，还袂到因兜，哦，头晕啊，晕啊，晕，奇怪，但是因兜我风水歹，结果这本三个讲，神明桌顶在拜啦。我讲我还袂做神，你甲拜，我站袂住。我摕来，头壳足轻松，你可以拖底，互你啊，健健顺顺。伊讲老师，谢谢哦，我这本吼，我出唔对诶，你啊看，一行一行桥，拢对。哈、哦，老师，我瞧了给偌袂这感冒的机会咧，囡仔给偌乖咧，那都是啊，咱左立伟，啊伊啊囡仔是我的客孙，啊伊太太台中做检察官，非常清廉优秀的哈林检察官，啊伊都爱去验尸，啊验尸倒来咧爱抱囡仔，遐都知影伊有机会干嘛有缘，遐往生的人知影有机会啊。知因太太有缘，有一天会甲带来仙女寺来落座遐，所以伊就甲对伫伊个胸口边。啊，当然囡仔都着惊着，妈妈好，那么爱受惊。
这嘛是易经啊，对物教物，咱来学易经，唔是干那教你，乾为天，坤为地啦，哦，乾三人啦，坤六端啦，金虎我啦，晋阳鱼啦，哦，唔是安尼呢，教各位，咱来囡仔着惊，要来受惊，嘛是会教，啊，咱来各位要破土，要来破，要来动土，算什么日？破土要来动？你嘛是会教，咱无迄条做命去破坏着咱厝条环境，无咧命破坏着地理。咱厝本来好好啊，就是会趁钱，会趁钱。我想哦，要起一间啊，起一间泡茶间啊，哎，还是要起一间泡汤啊，起唔到的，真正钱也泡汤，事业也泡汤。足济呢，足济迄种个人呢，足可惜个咧。那么你来学，家己学，救人不如救家己，救家己不如救真真正正家己。啥人心啊？心是真真正正个咱个家己。啊，咱风水个妙法。好，风水的真理，咱社会上真多真多。咱迄若要专业讲服务的，咱啊市面上真多书你用要去读。啊，但是咱啊每个人要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帮助他人的时啊，咱读一本，咱这叫脱啊，自闭灵感脱离讲。这本马上给您啊，慈悲灵感土地公。这本书就是我台湾电视台公司从土地公经开始的。您等下看看，每样来拜土地公，安那拜才会感应。我土地公啊，土地公呢，九九六六啊，那不会要死哦。啊，土地公啊，你们到波比嘞？啊，土地公一下哭哭笑，伊也无生气啊。你笑啥啦？我咧真要紧啊！伊嘛咧笑，你唔好讲咧啦。托你讲嘛好啊！啊你安那安那，我会艰苦啦，好啊。反正初三伊拢讲好就对啦。那么日日哦喊托你讲，会当小感应，谢谢咧。好，再来啦。会加讲个，好，咱咧求神拜佛，做着流芳，咱做工啊，上神要安那拜，好，三拜来拜，要来拜咧，基本。那就要不上哦，好吧？哦，那遐紧，本来这本是要上课才有上，你也给他上出去。爱来上课才有的啊！哦，那底呢？这真理你无当吹，你无当吹吹的这真理，这是贵国主王禅老祖所传来真理的妙法。咱花坛的乡亲，哈，全国的各界。各乡各界乡亲，咱已经大学，目前伫台湾全省到处开班，咱开的班都已经225班，上各种各种的妙法，唔是干呐只尔啦。啊，我所讲的是，你若要打在座打800斤的，请下去学一上，800斤呢，有无？打我800斤呢？我以上有啊，较早咱有啦，较早啦，较早我嘛打800斤呢，哈，打180斤啦，打，有啊，应该有啦，哦，那么现在我所讲的经，所讲的册已经翻起来，要到10万第一录影带，你打发现啊无？一处经，这样的一个真理，我甲浓缩你只。你要讲啊，学较深，你以后渐渐读来读，学者无人会甲你过提起啊。天下间，防提鼻气的啥物件，你知无？防提鼻气的枯叶丸哦，小姐的小姐，哈，防提鼻气的，咱各位啊，各位乡亲，提鼻气的是智慧啊，智慧防提鼻气安尼尔。过来，生防提鼻气，但是生用向台式的，老
麻风袂唱，老咱继续在老，破病无法度代替，死无法度代替，这四项人提袂起。恁试看卖看有影无？那么真真正正上宝贝的智慧，人问我老师啊，你这学偌久啊？嘿嘿，我嘛唔知，我才读三千多年尔。我读三千华年呢啊！啊，这世人我拼命出来用嘛，啊，拼命出来，这我弄恁的呢，不是我的呢，啊，恁的只是寄在我家呢，啊，寄在我家恁唱掉砍掉啊！我甲各位哎，大家来学一经，把这妙法传向恁，安尼尔嘛，这不是哦，什么老师，老师又出事啊？老师搞哪些？不是，这是恁每个人家己的。我只是教恁的物件，献恁嘛，喊恁嘛，好，这是咱有有约而来嘛，咱有受约束而来嘛。所以咱全国，也是世界各国的各位，哈，咱中华民族，咱只好兄弟啊，上顶。啊，咱这个妙法，就是人世间无上的真理，甲妙宝。妙在倒位，妙是空中妙有，唔是无中生有。无中生有咧，摕乌灰团面甲你捽咧，或者无中生有啦。空中妙有，你悟到足济真理，悟到真济真理，叫做空中妙有。咱灰团级别，你保养吧。好，咱有一位咱台湾人足伟大呢。咱咧较早空军总司令啊，空军总司令，恁知无？迄原来我徒弟啊啦。好，现在陈先生，啊，又一天呢，啊，就去找，去我遐，我哎，哦，陈部长啊，你评有问题哦，陈司令啊，嘿啊，我评啊好，真艰苦。你最近足爱食甜，我嘿。吼、哦，甜下来食了就舒服，食了开始鼻就高调呀。鼻涕倒流的人，得罪莫食甜的。鼻涕倒流啦，食甜的是愈食愈严重。我莫食甜的，莫食。哦，你甲甜的看作你顽修人，但是正常的人，你莫甲看作顽修人哦。哦，你莫甲食，你拢哇食一寡咸的，正常人。嗯，无偌久，鼻。做老煞好起来了，各位咱在座，恁有孙啊，偏多人个真济哦，啊真济偏多老个囡仔吼，啊伊读册，册皮读个册心哦，读个册心啊，用心啊，唔读啊，哦，读个愈读愈册啊，是安那，偏多老记袂起来，爸爸妈妈、老师怕，吼、哦、同学笑，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，吼、哦、不跟你好，你成绩不好。结果一个独立出来，孤立，孤立出来是，对自己无信心。这是啥？这嘛是风水呢，嘛是易经诶。所以咱开这个法门，是足侪足侪法门要传予大众。希望各位若有时间者，咱每礼拜四个暗时来接法，来读易经大学。咱会团初级先修班来个妙宝，请等个领导阿弥陀佛。嗯，讲话官、立法委员啊，卓博言先生啊，邱议员，要咱农会的。各个单位的啊，大德，咱乡亲阿弥陀佛。好，咱甲继续甲各位解答问题。风水甲易经充满着世间点点滴滴。风水易经在咱的一世人中间拢咧生存，拢咧斗阵，一天都无离开咱。二十四小时拢甲人相密切，所以咧感恩咧三个人，父母、国家以外咧，啊感恩咧风，感恩咧水，
感恩的根。这三要素，这项三宝，这是人生三宝。曾经有人在教我，正讲老师啊，你讲人生三宝，这上浅，嘿嘿，我无你甲细细掉。你看我都讲其他三宝哦，老师你先来讲，对啊，你要修行。佛法三宝嘛好，道法三宝嘛，道法三宝精气神，佛法三宝呢，吼、哦，就是这个佛法精，吼、哦，要人生的三宝，好、哦、是啥？福禄寿，福禄寿三宝，但是所有的无论财主寿啦，吼、哦，福禄寿啊，或者佛法精。精气神、天地人，不管啦、啊，所有拢属风水甲光，你相信无？你若无风，死翘翘，落去关下底，昏啦昏嘞，烦啦烦嘞，精啦精嘞，哦，什么精啦、啊，气啦煞神哦，哎呦，若无风，若无水，啊，都像我吹到一直啉啉茶，因为。哦，车顶呢，食便当，食了伤咸，也伤咸的。哦，啊，我就嘴干，我假使这些若无水的时，讲袂落嘛，对不？啊，等于一个七二水灾，水遐大，啊，结果厝无水好食。哦，大家才发觉到自来水公司伟大，无较早无感觉自来水公司的重要性。无水的时，你发觉自来水公司的重要性啊，吼。卡在我乱阿妈，那个妈妈在弄小肚，哦，一顿姑姑，两顿小肚，啊啦，你无水你就无法了嘛，对不？空话无水就无法了嘛。在两年前，啊，阮2月19、2月20，啊，阮就有一个姻缘，去到咱的黄帝祖的所在。五地蚩尤、蚩尤、炎帝三座的左路，看到左路庄严，左路啊去的时啊，咱要去啊佚佗，要看大地理啊去咧，看到大索索，起我拢大索索咧，草嘛大咧，无水诶，够可怜。咱的田立伟先生啊。吼、哦，伊就甲遐统战部部长啊，伊讲我师傅来，马仔落大雨，啊，到尾部长讲，田师兄啊，三年没下雨呢，三年无落雨呢，空我三年呢，敢那冬天落雪安尼尔咯，拢无落雨，三年。我咧想讲，你以为他打这些，你爱去运转发轮大显神通啊？结果第二天呢，我就回来了，回来拄啊到北京，打电话入去，遐讲刮大风下大雨啊，足恐怖的。结果遐个人呢，讲台湾来一阵怪人，讲了话落雨就落雨，走就落雨，迄阵人足奇怪的。你看咧，遐欠水欠到下家呢，伫世间无水就歹生存啊咯。光、太阳，等下拢无电火，恁若望会当恁到我输哩，是毋是光嘛？世间若无这三种光，会大我都唔相信啊！若无太阳光，万物不生啊！所以各位，咱来知因、感恩、报恩，感恩着风，感恩着水，感恩着光线，这三项爱先感恩，你才感恩其他。这三正讲的，咱做坛人的宝，咱万生万物的宝，这嘛是风水嘛。那我今日在了香港，本来点半要飞机要起飞，五加四点才起飞。啊，伊若唔讲，香港人伊讲个西摩山羊，我听无。啊，伊羊羊就报道我听无。到尾才知个意思，讲说台湾天气歹，吼、哦，到那个台湾呢。吼、哦，迄云拢大嘞，飞机飞来足危险诶。结果伫遐咧，吐，哈、哦、三点外钟，要阴暗，大家等下回转阴港才上岸。那是风真头甲雾甲吹吹掉，
但是要吹到这雾咧，风就伤大，风飞机嘛飞袂落来，嘛弯落来，风头嘛飞袂落来。到底做啊多多好是咩啦？无简单呐、啊，咱人伫世间要拄到天气后光线都真柔，风啊真温和，水分啊真拄好的时候，无简单。但是风水风水，咱会当创造。有水爱有风，有风就有水气，出来底就调和，即无风水啊嘛。所以你要阁进一步，出来底摆贴，恁家己去来学。哈、哦，恁用来读，一礼拜一天时间尔，去啉酒的时间，去拍麻将的时间、你换学这点都袂较歹。好、哦，那么现在来甲各位解答恁的问题哈。好、哦，运动器材加工结用，第三行，嘿，保证袂趁钱，趁做，哈、哦，趁做，哦，趁保息，很保息。功夫，保持工课，保持体力，哈、哦，做过来，啊、古镇包，会使做无？哈、啊，雷天雷无妄，天顶的单雷公，啊，天顶的单雷公无劲，砰的一声，真好听，大大声就过啊！哎、欸，我今来发我啥会做哩？强哦，那全身骨大概都强了哒，煞又过生产过剩。哎，好来，蔡苏政委，入顺年六月二日，坎为水，水底高月娘，照射哪里贵人方？北方、西方、西方咪阿弥陀了，哦，伫西边，哦，西边，嘿，未来前途，食头路多啊，食头路多。那么安哥哈啊，小学二六年四月，哈、啊，脚生骨刺，哎、啊、哎，你这骨刺，哎，考的哦，考干部啊，徐江木有得了不？来头前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，恁刚才叫啥名？快来跟他讲啦。咱讲话班的主任，啊，咱考干嘛个徐师长阿爸爸，因囝，吼，这个脚骨骨科权威，伫803医院，我报足侪人去学医，吼，这无广告行为，无要紧，啊，吼，嘿，好事大家做，啊，因囝是803医院林建忠林医师，伊个脚骨刺真好处理，真好医，哈，好，谢谢哎。过来哈、哦，张家伟73甲子年10月2日奉得丈夫，好九月份找工作，做什么工作开顺序？去上班倒啊？食品的，无收，哦啊去做食品的，食食品公司的，即世人无做头路，无做头家哦。你做老爸，你也要做头家吼、哦，要赚大钱哦。我你讲。嘿，你准备较一机会咧，嘿，准备较一机会好了咧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宏伟模，没宏字模咯，宏伟模，啊、哦，是辛亥年6月2日是地水师财帛日，两日是不是有一年？啊，地水师三火盆，一个木，一个火，木火相生。赞，疼爱笑啊！哦，啊，咱会记了，查甫囡仔袂使咧伤火性，啊，查甫囡仔呢，哦，袂使咧聊聊欢茶加入灶，哦，大概较柔咧，真个阿母足嗨，上升，嘿，上升，哦，啊，又搁做一件好事啊！啊，你若反对一位一件都歹，都做一件顺德个代志。黄义军。85年8月20日，啊，不会说话，常哭闹，不要讲话的囡仔，一定会哭会闹，因为耳
无听到，出世的时唔着时，迄个都鬼动，咪咱讲个鬼哦，伊就是伤着鼻啊，伤着鼻啊咧，你就结结个耳挂，有诶是破空，啊有诶咧，就是内底结个比铜片骨较厚，所以讲无听到，只有一个唔讲话，用个用个嚣诶，甲你表达咱俩，吼。哎，你莫讲哇！你做讲啊，什么地去伤着满呢？唔是安尼，鼻啊问题对鼻解决，耳啊怎怎个好？哈、哦、啊！黄延性42年2月19日会得去大化，弟子请示神明厅的后面的房间作为响站，足侪人讲神明厅后边用做房间，好笑骗鬼。好、哦，咱真侪孙仔后壁做房间，囡仔生一大官，啊，佫健康，佫聪明，佫巧，那还是袂使嘞。哎呦，神明无遐无慈悲啦！神明，咱厝拜神明啥人嘞？咱的祖先，历代祖先修上好的，上有道德的，啊，伊来升多升级来做家神，何咱拜呢？咱是拜自己的祖先呢。那么做公啊，后壁哦，子孙啊做房间，又佫个喜事，佫要传宗接代，万年香烟，你若无困，有一天啊，神子牌会掉掉咧条哎，你要安那？对不对？唔是安尼啦，无要紧。啊！只是咱困两只脚，莫徛伫头神的头壳顶拍瘫痪，作啥呢？嘿，平安个，嘿，个生贵子哈。啊，再来哈、哦，黄师长，啊，你别问啦。啊，你找医生多啊？哎，你考试呀，用驾驶做医生。哈、啊，啊，再来，啊，林医生。啊，72年3月找个红会家人，袂歹啊，原神破尔。啊，身体方面，口渴，很干，会呕吐，无精神，去从食物，好、啊、从食物调理。这里囡仔可能糖分哇真高，原神破，跟我同款，我糖分嘛拢再食起来300尔。那是我的标准，哎，我未伤悬呢。你莫对我呢，你若对我呢，错起来，哎，未使呢，吼。啊，这好嘞，工作要往哪方面去？食头路多啊啦，甲家有关系，容易疲劳，腰酸背痛，都大破，四肢无力，甲头前的，你用中药来调理，哈，中药调理，从食物去改善，哈。那么杨进，是啥？恁的字嘛写较清楚嘞。下边是用药的啦，杨进药哦嘿。52年11月9日，跌天骨，骨骨肿。我要换租房子，不知找何什么房子，要找出啥上好呢？你叫人找风水，那下食，你什么命都大都下。你若唔着食，有命大甲无命的。你若就哦，我什么命？好、哦，我冇啥命。哎，恁家那五个人，你咪去五间，一间含租了艰苦坐过，什么有头你？哎，可你想租几间？卖违背这个原则，冇问题。那不过我深就深一步来读。好不好？好，再来哈、哦。64卦中，贵命卦，或者4月4卦，啊，这读书再来问，这今仔大众爸甲你讲，那无认真去读个功夫的，你就知啊。好啊，所请医师，这个不解，去读了你就知。
谢纯如，我就教你四月十三，哈啊，风雷一，啊，那呢说是否可以开进士连寿，啊，都手术，会使哩啊，会使哩啊，爱找较医术较高明的啊，啊，你准无？哇！哈哈哈！哎，医术哎，有八行的啦嘿。啊，为什么投资股票都赔钱？是啊，还可以再投资买卖。红绿叶就打起我开花，肉包子打过有去无回。买啦，今年要料着咩？你买要啥料料一挂？你煮下料去吼，料去。去真的暴死啊！那无食，你个啊，我等了去消灾解厄。好，那无食，你要了去有看的一个所在。咱先就是台中道场的去啊，晓？你要出啥，好你去暴死供养，永远了弟弟啊，永远了弟。恁囝恁孙你个写嘞，阿囝阿孙阿祖那子孙也写嘞，这地都是阿公阿妈所暴死的一。永远存在，股票嘛未落价，嘛未起价，永远伫啊！你看安有理无？有吼、哦啊！大条袂易啦，我欢迎嘛，大家参加功德会会员，参加功德会会员，佛祖的保庇，做功德，一个月一百块尔，企业兵才一支百八块的，你加二十块，两个人的功德，哪会歹？对不？一个月一百块，佮有功德，其他兵食嘞，佮细菌佮歹，佮咳个嗽，哦，佮拍坏身体，哦，做一寡功德，欢迎大家全国的啊同胞嘞，啊，善知识，咱功德会一个月一百块，哦，这里做会员会费，咱有啥物代志啊，直接会加各个服务，哈、哦，咱做好事嘛，一百块应该袂影响到生活，哈、哦，啊，再来曾生年。啊，蔡东升，五十七年十月七十五起加甲，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，高行重名。啊，弟子从事政治业，面对世界的竞争，尤其大陆，是否继续在台湾投资？唉，没人讲。啊，家己做一起范围就好啊，嘿，家己对技术。去改进，还去改进，明年买摊掉，买料掉，较惬意咧。啊，目前育有一女，哈、啊，父母生男妙方，我都只生一查甫，想要生两个都生未成咧。啊，你要清洗，左立伟、左伯言、左立伟三个后生，两个我是查囡仔，这好做就做乖。迄、那个第一届结缘的时，伊囡仔十岁抱的鸟，阿弟生活时啊经过，阿个一直对我一直好长嘞，那几个月呢，五六个月呢啊，好一直好长，一直好长，因爸爸想奇怪创啥，啊一直好长，看欢喜家呢，很有福骨啦。咱生囡仔生一个有福骨的多啊，有智慧的，济少无关。你若生到一个像阿扁啊，你就够本啦。不一定要生偌济，对不？啊，还要会当为台湾、将台湾民主带入到咱民主的政治啊，民主的阶段啊，咱无分党派哦，拢平平台湾人，哈、啊，如何和台湾大家共同来拍拼，和台湾安定，咱生一个就好啊，啊，咱那边生几个，哈、啊，那不过生，认真生，那无去上去山生律师，咱就五百罗汉。咱叫五百罗汉，来滴，咱叫就五百罗汉的上个，恁来吼求佛祖赐恁后生，吼、哦，阿恁那么，你来正手正手安尼收，顺时针咧收，咱来收正顺正手收的是生查甫的，啊，你啊倒收倒平咧，等到头收咧生查某的，你个试看卖。好、哦，咱真济拢唔生后生咧，好、哦，伊所说拢生后生，顺时针生查甫，逆时针生查某囡仔，好、哦，查甫生个起条件耶，你个逆时针，
查某囡仔生四条囝咧，爱顺时针，顺好，但是一个条件，你若十年无生，啊，咱一年啊五十斤的红卵，爱来请人。因为今日礼拜日咧，咱先父是真济当修寺院信徒，你若生后生咧，十年就啊五百斤的油，迄个红卵，啊油饭咧六道来请人客，啊家人到舒服。但是咧，我上高价嘛一粒尔，啊五百斤偌济粒啊呢？你那你卖两个人五百斤有几粒？十斤几粒嘛？十三粒了，哈？十粒吼，按到五千粒嘛呢？做业呢？哦，五千个人甲你束缚，拼嘞，三个半没好生。哦，今日生也生，国家需要重丁，哈、哦，好，咱再过来，念人一考公职，公立教职该朝方向，哎，太太要考公职嘞，你中南部，哈、哦，中南部有机会，夫人做高官上下，用我嘴嘞，哦，用嘴嘞来恭维。好，咱大家拢用口嘴食饭，你要口嘴讲话，吼、哦，这个做平公立德，做教师，哈、哦，祝你明年、后年这两年考会调，啊，今年唔知考无考，我唔知，所以今年卖讲，哈、哦，明年、后年这两年，哈、哦，上班大后年，哈、哦，认真读，哈、哦，祝福你，嘿，好、哦，咱。这节到这，好，那后节继续过下个，继续一节，阿弥陀佛。